Hello， 大家晚安，我是明视 AI 主播敏熙。您知道世界上的憋气高手是谁吗？答案是海洋哺乳类动物。根据最新的科学研究，科氏喙鲸的潜水时间最长可达3小时42分，登上憋气高手的第一名。抹香鲸则是大约1.5个小时才浮出水面。它们之所以能憋气这么久，是因为肌肉中有许多肌红蛋白质，可以用来储存大量的氧气。大自然实在是太奇妙了。接下来来看今天的国际气象相关消息。美国中西部遭到多个恶劣天气夹击，科罗拉多州出现冰雹、雷雨和洪水，东北部的尤马市还降下厚厚的冰雪，当地的洪水警报持续了好几个小时，市区学校因此全部停课。现在来看国际主要城市的温度。东京、大阪、首尔最低16度，最高27度。新加坡、雅加达、河内最低26度，最高33度。吉隆坡、马尼拉、新德里最低25度，最高43度。纽约、洛杉矶、芝加哥最低14度，最高27度。伦敦、巴黎、莫斯科最低9度，最高20度。其他最新国内外消息，请大家持续锁定民视新闻。我是敏熙。